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想你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想你。用尽了逻辑心机，推理爱情。大家好，今天要去看一个话剧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国家大剧院，找不到路。谢谢给我指路的大爷。国家大剧院的入口真的很难找，因为它四面环水，水上还养了鸭子。可算进来了。解完票之后，我领到了一张纪念贴纸。我看的这一版是朱杰老师和濮存昕老师演的，但好像已经是最后一轮演出了。今天又去看了一眼我的梦中情猫，它好可爱呀、这个蓝莓大颗的像变异了一样。这是一家只卖番茄的店，只卖蛋的店。什么蛋啊？这个怎么这么大呀？鸵鸟蛋。鸵鸟蛋。哇！碳水天堂。菜市场的花鸟店很像一个小型的动物园。你们吃过这种凉薯吗？以前我外婆自己种过。要两个，谢谢。哎，我觉得那个格子的挺好看的，这个绿格子。下班快乐。我在网上新学了一个隔夜燕麦的配方，网购回来的保鲜盒没想到只有这么一点点大，还好我买的香蕉也不大。还好我们家的菜板也不大。这个步骤请大家做一下笔记。要不你们先尝一口。刚刚做了笔记的那个步骤不要做，因为咖啡液加进燕麦里很恶心。
大家好，我就是他的双胞胎弟弟。换一个光线试试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拜拜。